Hello， 大家好，瑞文です。好，这一张提鼠的 L 巴达克在去年的那个全球活动中获得极限证之后啦，它的战斗力就真的是强到爆裂。那么这一轮的话，就想说他的儿子啊 ，Raditz 带来了200%的队长技加成之下，那么就想说把它再拿出来用一用。虽然我自己是没有抽到啦，但是也是可以组一个370%的队伍给他啦，多了30%的攻防加成，相信威力就会更加的猛了。这一张真的是很强啊！17必杀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18气超必杀一回合防御上升，然后被动的话自身攻防100%提升，回合开始时攻击20%提升，最大59%，超必杀发动时攻击40%提升，敌人一体气力加6，敌人两体气力加4，防御再加70%，然后名称内带有 Freeza 的角色的敌人存在时了。必定彗星发动，然后只限一次，气力加12，攻击100%了。那么这一次的话，为了触发他最后一条那个 Freeza 的那个被动啊，就选择了这个龙族历史的关卡了。布罗利的这个第五关，他打，中间就会有这个 Freeza 的出现，那么就可以一次过发挥下去，看一下他的这个伤害输出到底会到哪里了。那么这边的话，主要就是巴达克小队了，巴达克小队让他们出来溜一溜。在370%的队长机下，我说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一张了，没有巴达克小队，不然的话绝对是好玩的，妈，稍微可惜了一些些。OK， 队伍就是这个样子啦，直接出发 ，Let's go， 来看一下我们的 L 巴达克又增强了多少，绝对是强到爆炸了，不用想。然后队伍终于是有两个辅助了。这个样子呗，11万、10万、19万，这个打猎石只有这两个连接连上，他还是这么的猛。这边的话，也是同样的猛，不过就这么个安排法就好了。对，这个样子呗。我一来就请必杀，老实说，对这个关卡其实蛮怕的，因为以前就觉得他这个关卡很难打，现在的话就还行了，因为毕竟是来到200%的失败了嘛。在早期啊，他刚刚出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那种很难的关卡来的，打得蛮辛苦，现在的话就简单多了。拿来检视一下这些角色也是还蛮不错。那第一次哟才269万。Window End OK， 接着就是托马豆芽175万，妈，免费卡有这个战斗力非常非常的足够，而且攻防无限上升啊。然后队伍内下级战士超过三体以上的时候，血量在85%以下，他就会回血15%。老实说，这个托马在这边呢、真的是太猛了，全属性的辅助再加上可以回血，然后又有无限叠攻防，讲真的是没什么好嫌弃他的啦，太棒了。OK， 这一边的话，绝对是爽的啦，20万的防御力啦，我们的巴达克。这边是初登场，他还需要再登场两次，他才会进入最强状态。那最后的这一个巴达克就不管他了，杀，那个等他气到下一回合才自己去表现吧。OK， 234万，欧扎的大进击。大猩猩哦，哇，现在这个红神大已经是强到炸裂了。不过这个是关卡内3万，好痛，798万。就一个很好的搭档，然后没有 extra 的辅助，790万初登场，此而已。除了此而已还有什么好说的？呀喂 ，OK， 再来。那这边先断巴达克，这边就稍微让他叠一叠防吧。269，哇，这个是限定的巴达克哦。等一下我们的那个免费巴达克过来的时候，看一下他的战斗力可以去到哪里。我觉得应该是会玩爆我们的限定巴达克就是了，我们的那张新的那个免费巴达克。357万，敌人的血量应该是50%以下了，对吧？50%以下的高确率彗星嘞，高确率彗星，那第四有
哪里啊 Deno， 不愧是战斗力只有1200的 Zack。 OK 23万，那直接让他上去了吧，直接让他上去了。さて行きます，然后我们的 Latis， 那什么 Latis， 这个是达列斯。我靠，这么衰的吗？一次先攻必杀。球还66万，ちょっと待って，也太猛了，有够夸张的吧？呀喂，然后说这边丢掉一点血是完全无所谓的，下一轮那个头嘛就会补回来了，完全无所谓啊。哇，这个巴达克真的是越战越勇，强到炸裂！啊，看，哎呦哎呦，你这样子说法不对哦。OK， 那就算了。好，我们的巴达克是有连接的，然后另外的限定巴达克是没有，限定巴达克没有有连接，然后免费卡巴达克没有连接，239万。269万就差了，有连接差了30万，斩念好惨哦，巴达克。好嘞啊，10万，哇好痛哦。妈妈妈 ，My God， 拖嘛。OK， 这个样子。这边的话，哎，第三次登场，这样子的话 ，L 巴达克的被动就已经是全满了，那个 extra 的59%已经全部加上来了。那么这边就来看一下，战力大爆发，有没有机会破千万呢？应该是没有啦，因为后尾的辅助少了一个。907万，呵呵呵呵，而且这个队长技还没到完整哦，还没完整的队长技就这样猛了。 What， 杀死个巴达克，哇哇哇哇哇，太过愉悦了啊这一队。突然间好想要打那个拉蒂索，组成200%队长技下的那个绝对是爽的啊。OK， 连接差不多，嗯，啊，可是这一边，只有一颗珠啊 ，My God， 只有一颗珠就，我发抖了，就硬上呗，硬上呗，嗯，有连接一颗珠，一个辅助211万，好啦，哦，彗星 ，Nice。杀死个达列斯，连接不是最优化的情况下依然的强悍。那现在以前达列斯我们就是很怕他被必杀敲到，现在的话完全没在怕了，防御力是真的硬，真的硬啊。哦六坑 ，OK。哦，这个是锁那个必杀技吧，没什么。哎，两个辅助，然后全连接满到完。見せてやる。その力よ。Come on。开了一发，超必杀攻击再加30%， extra 为队员增加30%。哇哇哇，这边就是90%的辅助再加的。再说30%就是120%的攻击辅助，千万伤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连接全满，杀得1069万，哈哈，没有加工道具哦，而且队长技也还没满，呀喂，哈哈，好的好的 ，OK， 这边是布罗利嘛，下一轮应该就是到大王了，
OK， 这边你怎么锁就随你意，随你意。Mundainas，Mundainas。OK， 就是这个样子呗。啊，哇，好痛哦！那第四，为什么你要降落 ？We good end。嗨，巴达克，280万。哦，碎，可惜没有连击。这边是全体必杀还是？我又忘了。最近打那个布鲁利，真的打到怕，他的全体必杀一炸下来就全部直接上天了。呵呵，看到布鲁利有阴影啊，真的是。喂，亚美罗竟然这样子封法！哦，喂，下一回合那个弗利扎就登场了喂。你这样子说法，亚美罗，说布罗利，铁妹，OK， 这边打慢一点，我们就花一点时间跟他顺过去。可恶，因为扫掉了船将这条连接的话，哦，888，死哟！我觉得这个布罗利应该留不住了。哈哈，不死了，可以 ，nice。对 ，nice， 可以，21万的防御力再配上40%的减伤，因为这边巴达克小队就带的不够多了，只有4张，所以就40%。如果是5张的话，就有50%，我们的免费巴达克。KO 掉了。那这边就轮到 Freeza 哦，嗑药仔嗑药啦。现在的下级战士一点都不下级战士了，强到炸裂了。随便啦，你要多看木就多看木吧，我也阻止不了，不要把大王给解决掉就好了。就不点，382万，不多，不算很高，大王应该是撑得住，大王，你说，嗨 ，OK， 好了，你就不要连击了，够了，306万，哇，不错哎，可惜他没有巴达克小队，他会更强 ，OK。被那个布罗利拆散我的队伍，这真的是有告别送。好 ，OK， 啥的，我投降。就6条连接，少了这个传说之力了，差了15%的攻击加成，18万防御力。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让他来到最大化吧。行きます。看能不能一下灭掉我们的 Freeza， 灭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只是上限是多少？好，1298万，一个辅助，一个加工道具，托，他的 CP 好一夜啊，这个真的是。完全就是愉悦到爆，没有得讲。可嘞，要的就是这个样子，愉悦度真的是太强悍了啦。然后我们的达列斯，哎，攻防上升 ，OK， 连击，这样就叠了3次了嘛，达列斯。我突然发现到，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那个打猎时间团有没有在，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了，在赛亚人的连接之下，他还是很猛的。
强到炸。拉蒂斯的话，就是这么个样子啦。高确率会心一击，嘛没有就是没有，斩人。好，退化回去啦，嗑药仔。好的、啊，这边可以哦，又是一样，两个包夹，又是一个千万伤害出来了。嗨，嗨，然后草必杀，攻击30%提升。我现在是很期待这个巴达克小队之属这张 L 二啊，极限在觉醒啊！哇，这个他真的是带动了整个队伍啊！看看那一个基纽特战队强到爆，哦，1069超级稳定的千万伤害，没那伤，可嘞可嘞，痛！要不是打克苏，要不然的话会更猛。而且我这张才开一路嘛，财经的话绝对是超赞，太愉悦了啦，真的是太愉悦了。OK， 这边还没有完呢，我还以为这边已经是最后了。OK， 等一下 ，Option 这边，我想要听一下这个我超喜欢的战斗乐。OK， 这样子连接就可以连上来了，好漂亮。达列斯刚才发了3发必杀，现在是270,000的防御力，死呀！然后这边5颗珠，再这样子配上去，加加加，可以到什么地步呢？40%的减伤，完全没在怕的。好啦。好，7377轻松，有287,000，好像有点小普通，骂骂骂。然后轮到巴达克了，323,000，爱的魔力转圈圈，两父子都是超热爱这个东西的。他的那个连击没连出来，遗憾。不过达列斯依旧勇猛。才两条连接还是3条连接吧，就可以打到接近400,000。直接去碾压对方好了。嗨，反正只是普攻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不过我对这个关卡有一点小阴影，所以这次不敢带两个假光道具。要不然两个假光道具带出来的话，绝对是赞的啦。一个辅助就直接888,000了，超级稳定，有没有？太猛了啊！我收收戏。不知道这个巴达克小队啊，他到时候极限这个他的辅助的能力会不会给他再更加高的那个倍率啊？如果有的话，那个真的是太爽了，还蛮希望可以提高他的倍率的。好啦，哆啦蒂斯这边，血量已经50%以下了，对方高确率有，再来连击没有，好烂哦，才319,000，你在打什么啊？哎哎哎，你在打什么啊？这样子，托马给他站3号位算了。OK， 巴达克哟，啊，超喜欢的，好嘞呀，我赌，轻松。哎呀，这个现在看到布罗利开必杀哦，会有那种心理负担啊，被那个 Red Dragon 虐待过头了，一看到布罗利开必杀技，整个就是颤抖。OK， 所以啦，
好，最后这一边了的吧，当然就是全力以赴啦。Yes， 然后这边40%的攻防加成，加60%的攻防加成100%，然后超必杀开下去，还有 extra 30%嘛，再来最后一个加工道具也给它请下去，杀杀杀，这再只有一个，还316万。虽然说少了一条连接啊，这一轮，哦吼，1334万，呀，他的 CP， 哎呀，可惜这个连接一直连不出来，然后超必杀也连不出来，超必杀也没有彗星，好遗憾。那个唯一一次的彗星好像就是在 versus 那个 Freeza 的时候，必确定彗星的情况下。哎呀，好可惜啊！哇哇哇！1340万，这个简直就是五告狂，可以啦。OK， 七颗珠，然后这边的话，哇哇哇，机会难得。その程度か。今度は俺の番かな。では技の見本を見せてやる。くったばれ。没有伤害。直接绕皮。这么有气势的主动技，结果直接绕皮。爱爱的魔力翻天圈。就是这个样子，好的吗？382万，完全超越了我们的限定卡。好啦，那最后来第这一边的话是血量50%以下，没有，再连击438万，高确率的彗星还是没有，那么最后就让我们的巴拉克来收尾呗。下啊，13万多，是有点小痛，不过能打那些。哎，最后的一发 ，Sayonara。OK， 992，几乎破千万了。不敢，你现在回避。哎，中，哎，我还不要连击，竟然没有，妈，算了，好可惜哦，竟然没办法。OK， 死在大猩猩的嘴下也是 OK 的。哇，太夸张了，这个真的是夸张到爆啊！我们的这个巴拉克 ，L 号巴拉克。我是说，就算你只是拿去搭配那一个免费卡的托马，都已经是非常好用的了，可以吃到6条连接，然后托马本身就可以 support 30%的辅助，哇，这个能力真的是太猛太猛！而且如果自己有这个 Ladis 的话，组一个全200%队长机，应该是可以上到1500万，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没有压力啊，对巴拉克来说太强了，真的是太猛了，呵呵，好给力啊，死贵！呀呀呀！老实说，这一次的200%，它的收益真的是太大了，太大了。比起其他的来说，这张巴拉特真的是夸张，只能这么说，死鬼。OK 啦，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谢谢。呀，马塔尼。